昨天伦敦奥运会开幕，各国的运动员的队服引起了大伙的注意，还有人把它跟菜谱联系在了一起。今天的奥运花絮，我们来说一说各国代表团的奥运队服最像哪道菜。首先，中国队简直就是西红柿鸡蛋拌面，这个大家都懂，不解释了。东道主英国队一眼就想到了仰望星空。美国队有人说像蓝莓山药，不知道您觉得像不像。接着是巴西队，绿油油的韭菜花酱，起码颜色上绝配。意大利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较让人有食欲，一个巧克力，一个抹茶蛋糕，经典的下午茶。最后，这两个国家的队服最能和食物扯得上关系了，俄罗斯队的雪花牛肉，日本队的寿司拼盘，挺形象吧。大家觉得还有啥更像的，欢迎自行补充。